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佳今日来到金门，参加海基会进驻金门行政协调中心的结拜仪式。针对地方有声音，希望增加小三通的航班，罗文佳讲，台湾大型提出善意，要推动两化交流。不过，若无得到中国回应，错过时机就真拍算。今天我们的结拜仪式圆满成功。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佳甲金门县议长洪坤典等人斗阵结拜，宣布海基会正式进驻金门行政协调中心，面对地方政府甲平台呼吁增加小三通航班。罗文佳表示，咱已100%准备好要进行两岸交流，值得咱对华善意的回应。为什么海基会要这么积极的来参加两岸共同主办的活动？就是一种100%的善意。始终得不到回应，也会累了，错过时机，是不是就可惜了？金门县干部处统计，疫情进前，小三通旅运人次超过196班，达天上悬46航班。今年重新开放小三通，到即马只有18航班。贴善意，释出善意。罗文佳也要参加自伊登场的金门永渡开幕仪式。那我也希望说，透过明天金厦永渡，不是一天的活动，而是永续的和平，永续的安宁。3、2、1。在金厦永渡前一天，集结登场的是金门海上灯影活动。早起8点，1200外的受罪人直直思乡，石川湖公园海湾分开冲入海中。金门县政府也特别表达欢迎中国大陆的人来参加。特别欢迎来自于两岸三地的好伙伴们，除了游泳以外，也要帮我们拼一下经济。在派人进驻金门了后，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佳也表示，帅气马祖也会设点，佮表示台湾100%准备好，即个毋是咱的问题，是对华的。伊相信热天是真好的交流机会，希望佮对华用热情化解任何障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